前进国小管乐团在每年举办的全国音乐比赛成绩都表现得非常亮眼，我们曾经蝉联9度的全国特优，今年呢我们又再度获选了高雄市的代表，3月份我们即将代表高雄征战全国的音乐赛场，我们是不是应该先给台上的小朋友一个鼓励的掌声，希望我们再度得到好成绩。哇，真的好棒。是的，那么这些卓越的表现呢，都是因为我们非常在乎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借由音乐得到成就感，我们也知道每一次的掌声都是大家对孩子的期待跟祝福，所以接下来这首我只在乎你相信可以表达出台下非常多爸爸妈妈跟好朋友对孩子的期待，而孩子们也将借由音乐告诉大家，我们都收到喽，我们也会继续加油哦。我只在乎你，送给每一个用力为我们拍手的好朋友。